这个呢就是当年的实际的我们那个学校的一个门牌嘛，这个门牌还在，这现在在新的学校里头。所以有的时候画画可能是不怎么合理了，就是我安排了这个，我觉得一个红颜色灰颜色需要个黑颜色，我就这么画下来了。这黑颜色算什么我不知道，最后想它是个围巾，那是旁这种，到这里位置不够了，不够我就想干脆画个眼睛，很伤心再掉眼泪，是吧？所以这个学校呢它是2000年被拆掉的，这是我们当年的，这个是实际的，我们当年的那个校门口的柱子就是这样，旁边有个小门出出入入在这里，这画就是这样子形成的。所以其他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砖头啊什么。那么其实我安排这些图章啊也有一点意义，这个是什么字呢？这个是放浪形骸之外，哎，这是一句很有名的一句画论当中的一句话。这几个字呢就是笔墨之魂，哎，笔墨之魂。所以我觉得笔墨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画里面这个字呢就是无意得天趣，就是我们画画的时候你不经意的时候你留下来一些轨迹，它应该是很有趣味的，就是这样子。像这个呢就是神庙欲就是欲望的欲，欲到秋毫巅，这是这一句话在当年来说是形容吴道子他们的这个线条非常之好，就是说他们这种出神入化的这个手啊又神又妙的手，他们画的线条就好像是秋天的羽毛嘛，秋天的鸟画羽毛的时候它这个毛尖秋毫巅，它这个羽毛的尖尖是非常非常之细，所以他们来形容像吴道子这样子非常高明的一个白描的一个线条。像这个就是有一点佛教的意思，就大道无门，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的时候你到底什么走什么道路，这个门没有人给你规定，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大概就是。所以我安排这个时候也是很有意的，就是说把一些我尊重的一些中国的绘画理念放在油画里头，成为我的座右铭，就是这样。像这一部分就是经文或甲骨文了，那个就是鱼啊，那个是日月啊，水这一部分的这个甲骨文呢，其实就是这几句话啊：南风四月麦登出，未卜为农我不如啊，更望田禾占大有，年丰岁乐种为鱼。这个是龙啊，我就很经常喜欢用这个字，因为我说旁字里头就是一个龙嘛。那些呢就是属于象形文字，大意上就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的其实就在这里，我是怀旧什么呢？我在想什么？想北京校尉园胡同母校没了啊！我在想什么呢？想数千年形成的中国文字被简化了，中国人开始对自己古文化变得陌生而无知，这也是个事实。再有我想中国远古从画画变成图腾符号形象文字，如今呢我也把这一切还原构成为新的艺术。这就是我现在对于如果一个艺术家他要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他必须要有这样这个内心的一个考量了，而不是一个形式。我讲一句话，我现在看了很多所谓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啊，我感觉到，因为我父亲跟我讲过这句话，他说虽然我现在老了他说在很多后来的年轻人他们很有才华，但是我觉得他们修养都不够。他说我现在看到国外有很多艺术家也同样是个修养不够。这句话大概说了不到一个月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呢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我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画画的时候要用修养来画画嘛，就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即使当代艺术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啊，重复性，再有呢也有很多模仿性，尤其我们东方人啊，就是两岸的中国人，我们一画油画的时候很少想到自己的文化，而是从啊国外的西方的东西在形式上借用一些过来，这样子我觉得还是不太够，就是那我这个梯田啊，其实我是梯田呢，是云南有梯田，很漂亮的梯田。然后呢，这个桂林也有梯田，所以我是把桂林我的印象和云南两个合并起来，就编了这么一个景致。在表现上是另外一个想法，因为是灰调子嘛。其实灰调子在这个画画人来说是一个。就是从颜色上来说是个最困难的，因为它很接近啊，它非常非常微妙，你又不能把灰调子画成像素描一样。讲到这个灰调子呢，其实我离开大陆之后，我父亲留法嘛，我父亲从来不教我的啊，但是我在离开大陆的前一天晚上我去看他，然后呢他呢就给我说一段话，他说这段话就算是医生教我的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嗯，他怎么讲呢？他说，他说你要走了。我说是啊，因为他不知道我要离开大陆嘛。他说那这样，他说你啊，我看你这个画画，你的灰调子画得非常之好。他特别加重语气说，他说在世界上的画家里头，能把灰调子画好的没有，几乎是极少极少。他说他自己，他说我在法国。是怎么出名的呢？就是因为我画了一个灰调子的屋顶，被一个很有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家买了，现在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劝我，他说你画那个灰调子非常是特别啊，那你出去以后呢，你就开个小小的展览会，不要多，二三十张啊，你就这个形成一个特点啊，然后将来你一定会很成功。他就跟我讲了这么简单几句话，但是我个人呢就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头啊，就是借景抒情嘛，对不对？其实我们看那个宋词唐诗全部都是讲的爱情故事啊，但是他不是直接讲什么我爱你你爱我，他是讲花草，讲花草，就是讲风景，用风景来形容他的心情。所以再加上中国的这个自然环境的特点，你比方说黄山啊，那种云深不知处啊，虚无缥缈的感觉，桂林也是这样子啊，桂林如果不下毛毛雨的话不太好看啊，所以很多人不太懂得这个，也有很多画家到桂林去画的都是那种绿山啊绿水了，就看了以后非常之烦躁，他们没有碰到桂林最美的气候。其实桂林最美的气候就是云雾啊毛毛雨啊，就烟雨蒙蒙嘛，就是这样，它是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这种很内敛的啊，这个一种很诗意的心情。所以自古以来很多这个中国的文人就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就是这样。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江山如画啊，江山如画这句话其实我们细想呢，就是实际上呢是江山不如画，肯定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看，哎呀这风景真好，像一张画，就把它形成像一张画。所以江山如画就是说实际的江山是不如画。 OK， 那我们作为画家来说，我们画江山来说一定要比真的江山更美更好得多得多，就是这样。其实我画风景就这么简单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这么画，不要太去追求那个太过于实际的描写，那没有多大意义。那么我后面这些就是属于我的写生素材了啊，那像那一张嘛，就是因为我要到那个日本东京上野美术馆看个展，上野美术馆呢好像是两岸的中国画家里头我还是第一个在里头
开一个大型的个展。那为了这个个展呢，我必须要画一幅东京的画，所以呢就去到那里，去到那里呢就住在帝国饭店，大概去了四五天吧，五六天，我几乎这张小小的画我画了四天，三天到四天。所以我的画画方式就是这样子，我是不看照片啊，因为看照片呢，就是结果照片虽然很细，但是你画的过程当中就是受限于照片，你无形当中就变了一个技术性的抄写。但是我们写生的时候是在一个大的空间里头，用眼睛，你本身你的画的再细，你也是有取舍的，就是这样。所以像这个东京实在是太复杂了，我没办法，我就一动不动，就牺牲很大。我也没出去玩，就是去了上海美术馆一次，就坐了饭店窗口一直画了四天，画了这么一张，但对我很有用。回来以后就画了一个两米一乘两米一的大画，这张画很受欢迎。这张呢是在香港，也是一个饭店的楼上嘛。因为也是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香港身份，我早晚呢想安排自己在香港开一个很大型的展览，所以我必须要留一些作品给香港嘛，所以想把那维多利亚海港画下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我很用心的在画，但是没有画完，没有画完没关系，我下次还可以再去继续画。那我将来可能要画两米乘十米这样子一张大画，那也是不看照片。那么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子，一个画家如果没有写生经验的话，他绝对他的画是不生动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画家在他的一生的绘画事业里头啊，我个人认为吧，应该有至少有那么6000到8000幅的写生作品。我自己差不多从小到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管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不会去很死板的去抄写它。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创作里头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我感觉啊，三个名词了，一个叫技术，一个叫技巧，一个叫艺术，这三个东西是有层次上的不同。我们当下很多人因为科技的发展嘛，设备的提高嘛，就不想到生活里头去找素材去写生了，就依靠照片一小块一小块的抄。你这样画出来的话，你可以画得很细，但是一看它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它不完全是技巧。所以我们去看古代的一些艺术大师，他也画得很细，但是它是画出来的，它不是磨出来的，它是技巧，它是技巧。那么再下来，你要跳出技术和技巧的这个范围，你更上一层楼，你自己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加上你的个性，加上你的强化啊、色彩等等，那就是到一个艺术的境界。所以这三个东西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很可惜，现在一般的人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从一个技术角度看。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听到这么一句话，说哎呀你画的真好像照片一样，这就成为一般人的一个标准。但是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一张画画好画得很好，你感觉到很好，因为它比生活里头更美更好。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画画的一个实践当中要必须去努力做到的，就是要从你没有技术没有技巧是不行的，一定是一个基础，但是仅满足于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话是不够的，就是要上升到一个艺术的地位。所以我刚才那个讲到那个佛罗里德啊，佛罗里德待会儿可以照一下，那佛罗里德他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他就是画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坐在那规规矩矩的啊，他呢就给他画这么小一张画，不是大画，这有个照片为证，然后旁边你看他画的那张画是很像了，但是他用笔很粗糙，就好像在画一个劳动妇女一样。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
即使你是一个很高的地位，你是个帝王啊，或者是你是个很权威的一个人，当你坐在画家面前让画家画的时候，你只不过是个 model。 你平时你觉得你自己很美很神气很漂亮，那是你个人你自己的眼睛在镜子里都看到你自己，但是画家画出来的话是画家的眼睛才看到你。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不能够去要求画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这样，你给我画成这样，你给我画成那样，那就是一种服务行业。所以我呢就是不太想画专门为人家画肖像的那种肖，不是画不像，而是我觉得感觉到这样没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只是单纯为你服务嘛，我不能表现我自己从我的眼睛所看到你的东西，我画出来你会觉得不好，或者是不够好，这样子就比较没有意思。所以我通常想就是说，一个画家的作品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画家的私生活，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正因为是他自己，所以所有人看到他的作品就有新鲜感。如果你一个画家的作品是同样一个标准，大家看啊，这就是美，那没意思了啊，那没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真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在抄照片，画得很细，似乎很好，但是你仔细一看，千篇一律，就是一个味道，然后就是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还是遵照这样一个法则，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头，在自然界去找素材啊，通过自己的手去感受自然界。我还有个很深的体会，我到黄山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缆车，因为我画像太重了，我背不上去，然后我就在黄山上面画了一个素描。我画几个小时啊？我画7个小时啊，就是4张纸铺在地上，用石头压着，7个小时。我到现在已经相隔了50多年了，我拿了我的素描稿，我照样在我的幻觉里头还是有当时的一个很生动的色彩在。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傻瓜看一个风景看7个小时，但是我们现在有个照相机就太方便了，60分之1秒100分之1秒，你说100分之1秒记录下来的东西，说明你只站在那里5分钟到10分钟，那对一个画家来说他的感受又有多少呢？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画，如果去照了照片。那我这次这个台北这个博览会啊，拿出了一张画。关于花的问题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吧，就是说我到台湾来生活了30年，对我这一部分的创作很有帮助。因为台湾这个地方说实在的，这个农业太好了，养花也养得特别好，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花，这个对于一个搞艺术就是喜欢颜色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个人觉得现在有很多收藏家喜欢我的画嘛，但是那个看法跟我有点落差。因为大家都喜欢我的风景，对这个花似乎好像还没有感觉到它的好在哪里，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风景呢，我们按照中国文人的想法来说就是意境嘛，这个风景比较不容易完全抽象，因为它完全抽象的时候它的趣味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就是说它可能那个意境就比较淡漠了啊，但是是其他的一些优点。但是我们按照中国人的情感来说，就是那种那个意境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嘛。你比方说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如果你画几块黄颜色很难想象的出来，但是你稍微有一点形象啊，再加上颜色，它给人的幻想比较多。所以这一部分就是由某种客观的因素来限制一个画家，但是画花的时候可以比较海阔天空啊，完全是属于纯艺术的，用颜色用笔变形，你爱怎么画怎么画，
你的叶子画大一点也可以，画小一点也可以啊，你变形也可以。我觉得东方人呢，尤其是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在油画这个领域里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色彩。哎，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为什么东方人的色彩不如西方人那么好啊？那你要是看了这个印象派画家啊，或者是梵谷啦、勾根他们，那他们的颜色真的是很好。当然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然界的原因，只要你到巴黎去一下，你就知道巴黎的颜色是多么好。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族性格的问题啊，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一两千年来，这个是水墨画嘛，啊，水墨画。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艺术是属于男人的艺术嘛，不是女人的艺术，所以他讲究的是另外一套。所以在中国人的也很妙了，就是说中国人不会把一个水墨画看成它是一张素描，它的想象里头它是有颜色的。啊，你画一个黑色的荷花，他不会说，哎，这是一叶子为什么是黑的？它一定是绿的，这是一个想象的问题。但是呢，从情感来说呢，中国人比较内敛，他不像西方人真的那么热情，所以画出来的画也不热情，色彩也不好。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东方的油画家，我们可不可以画成像印象派画家那同样水准的那种色彩嘛，就是很丰富的色彩。所以我来到台湾以后，我就画了很多的花。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这样子。那么像这张画也是这样，其实我就是随便买了几把花搁了地上，然后自己编了个构图啊，编了个构图。那其实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画了几个枝子，长了几个红果子，那算樱桃算什么我一概不知道，只不过是觉得它需要这个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画画就是到另外一个境界，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中国有一句古话呢，就是说画画的时候，最初的时候要法度深严嘛，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掌握法度，要懂得，要很严格，但是有法之极变成无法，所以这个无法就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今后可能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花，但是这种花是属于一种半抽象性质。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我觉得我在油画里头跟人家不同的有两个优点啊，有三个。一个就是说我是强烈的色彩，第二个呢就是我是很厚的肌理。其实在欧美来说，像我这么厚的肌理也很少，梵谷是比较厚了，梵谷是比较厚。梵谷有一张画到现在还没有干哦，它里面没有干呢，外头干了，因为它涂了一层什么油。哎，然后呢有一点是西方的画家没有做到的，就是线条。这点我也是觉得，像康丁斯基讲嘛，说绘画的元素就是两个，一个是造型，一个是色彩。在我的角度，我说还要加个元素，就是线条。线条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像神庙遇到秋毫殿这个无道子，这是中国一个很妙的一个东西啊，通过线条来表现造型，表现空间，表现什么？那么这张画对我来说，既是一张作品，也是一张实验品，就是这样子。反正我今后就是这么画下去。那我在这间屋子里头大概已经画了有30年了，当然我还有其他地方在画画，但是问题是这间画室是最大的一间，所以我才有可能画这么大的画嘛。那么我现在这些画呢，就是要参加11月份的这个台北市画廊博览会，所以我本来不太想参加这种博览会这些，但是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因为一说到这个博览会，它又是一个画廊博览会，好像它带了一个很浓厚的商业气息。但是我在想，就是说一个艺术家
他应该还有一些他学术上的改变啊，或者新的想法，所以我就换了这么一大张。我这个背景是那个桂林啊，桂林是，那我很多年前，大概40几年前吧，40-50年前，我到桂林去过一个月，当时写生就画了40几张油画，像这个就是当时画，我是照了这个画的，那么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素材。我回忆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在前面我已经写生了很多张，天快黑了，而且下毛毛雨，因为下雨所以那个山都是湿得很重，哎，那我就赶紧就抢了一张。像这样的素材就是很珍贵，我现在还可以画很多很多同样一个景，比方说它是灰调子，或者是春天、春夏秋冬都可以，但是地形就给我一个参考，或者这种因为经过写生，这个感受是不会消失的嘛，永远在心头。所以我这次想了想，我就把它画了一个比较浅的一个灰调子。这个在桂林是这个地点叫新平啊，叫新平。所以说呢，这个好像以前有一句话嘛，这句话讲的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啊，阳朔山水甲桂林啊，无限风光在新平。这是在这个中间一段路的一个农村，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我现在呢就是说，我觉得我画了个几十年的画啊，我这里有一个弗洛伊德讲的一句话，我跟我的心情是一样。他说我做任何事情的唯一的缘由就是冲动啊，所以我工作的方式呢同样也是啊不可预测的，随心所欲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画画，你们看我现在画的所有的画，我是不起稿的啊，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或者说在一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新的灵感，然后再去改变自己的画面，初初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嘛。那么还有皮卡索，好像他讲了一句话，叫做 "The world today doesn't make sense." So, why should I paint pictures that do? Paint pictures that do. 那么他这句话我一直在想，很有意思。他说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不合理。为什么我还要去画合理的画？我不画合理的画。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任何一个艺术家活在当下的时候，都要思考，创作上都要思考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我怎么样子做一个当代的画家。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方说库尔贝是个写实画家了，他讲的一句话也很有道理。他说我根本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呢，他是主张呢，你再怎么画也要以这个现实为依据啊，要以现实为依据。所以我大概的状况就是这样，我画的所有的风景是这个地方，比如说是桂林非桂林啊，是黄山非黄山，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讲这张大画，这张大画非常有意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用颜色很狠嘛，就是画得很厚嘛，对不对？所以我也不知道画了几百只上千只的那种大管的白颜色。可是我买那个林布朗的白颜色的时候，它的包装一罐大的白颜色要送你三罐小小颜色，红黄蓝。结果这红黄蓝就多得不得了，就是几口袋。后来我想怎么办啊？是不是我就干脆就画一张红，因为红黄蓝是这个色彩的基本三原色嘛，是不是我画一块红一块黄一块蓝，把它涂得厚厚的，就好像很多人不是当代绘画什么都不画嘛，就是一块颜色。我说我也来玩一下这个东西，开始就这么简单的想法，所以就是要把这些颜色用掉就对了。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突然看到一个，就是我当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那个门牌号码，就是孝维营五号，哎，那个门牌号码。这个孝维营五号呢，
他在大陆的王府井，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因为王府井那个地方就相当于日本的银座嘛，就把那个整个我们的一个学校拆掉了，拆掉就搬家了，所以这个门牌号码留下来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头是震撼非常之大，因为那个学校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学校，现在旁边是个希尔顿饭店，我在希尔顿饭店特意去住了几天，所以我就想，哎，这个第一块呢，我就因为它是个红的这个门牌嘛，就我就安排了红，内容大家看看就知道了。第二块就是我为什么画这样子一张画呢，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最后在我的这个中英文在我这画面里都已经写出来了，那就是说第一个我的总题目叫做怀旧嘛，对不对，那就是说我的学校已经没有了，我上的那个学校当年已经没有了。第二个，因为我觉得我虽然是在画油画，但是中国人嘛，中国人他要思考很多一些中国的绘画元素啊，这样子你才有一个创造性，所以我就是说书法的意义啊，线条啊，即使对一个油画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有很多自己的图章啊什么，所以我就把它安排在这个第二块里面。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文字已经慢慢的被简化掉了，所以后来人可能对繁体字也会很陌生也不熟悉了。那么这文字到底从哪来的呢？我觉得文字还是从绘画里头来的，所以第三块这个蓝颜色里头呢，我就是安排的象形文字啊，甲骨文，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文字很古老，它从这个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它是从这个绘画变成了文字，那我现在在当代，我作为一个画家来说，我又要把文字还原成绘画，就是这么一个个人的一个思想了，个人一个简单的想法，就画了这么一张大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个林布朗的小颜色红黄蓝就很火气，结果我花了大本钱，因为我的红颜色是那个叫做什么，那个葛红，很贵的红啊，这个是永固黄，这个是库尔贝蓝，库尔贝蓝最贵了，小小一只要四五百块钱，就涂得这么厚，所以这张画花了个大本钱。像这样的话就不是什么商品画，也不可能是商品画，只不过就是说以后有展览的时候拿出来，所以是借了这个画廊博览会，把我的新的一些想法的话，也许大家并不喜欢，也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但是我愿意让观众看一看，就是这样。Thank you.
所敬佩的艺术家庞均老师，虽然已届八十之龄，但是他仍然对他的艺术生涯跟创作努力不懈。所以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制作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庞均老师八十之旅的计划。那么我们已经完成了威尼斯展览，还有东京的美术馆展览。那么未来呢，我们还会在亚洲甚至于世界的其他美术馆做他的新的创作的展览。这是我们希望带给所有收藏家一个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的创作。北京去开过一次画展嘛，那有人就说我是油画的齐白石，这个说的倒还有点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在国画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些国画家，一个是八大山人，一个是齐白石，还有一个就是黄宾虹。这几个，黄宾虹我是觉得他学问太高了，他学问太大了。他不管讲什么东西都是那么有理，那么深刻。但是八大山人或齐白石，他们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彻底放开来吧。那么齐白石他本身是个木匠嘛，木匠出身，他是一个细木匠。因为他的背景，他个人的这个环境的问题，所以他画的东西都跟农作物有关系嘛，什么鱼啦、虾啦、螃蟹啦，这是小小溪里面的东西啦。所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简练，就是简练。简练这个东西啊，
在西方的艺术里是学不到的，只有在东方的艺术里可以学到，因为中国人讲究这个啊，讲究这个啊，就是像齐白石嘛，就是讲要似与不似之间啊，你不能画得太像啊，你也不能画得完全不像，要似与不似之间啊，不求其形，要求其神啊，不管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一个精神的问题，石头到底是圆的是方的不重要，但是这个石头的感觉给你很苍劲，很有力量，它石头本身的一种精神你能够表达出来就是好的，所以不求形求其神，这些东西如果把它摆到我们的油画里头，我一直画油画，我觉得一个最难突破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哎，你是不是以前学过国画？哎，我说对不起，我没有画过一张国画，我连写字都不会写啊，就是写字从小要写什么大字啊，什么啊，颜真卿啊，什么叫颜体字，我练得很少，但是我长大了，我研究了很多，我研究了很多。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我觉得没有搞明白一件事情在哪里呢？也是想突破形式上的问题，他是以形式套形式，这就不太对了。比方说，我们经常在讨论嘛，以前在大陆也经常在讨论什么油画的民族化问题。但因为国画有长卷，把油画也画成个长卷，因为国画是散点透视，是立幅，把油画也立幅，这种章法的形式是其次又其次的问题，它不是这个国画里的精神，就是这样子。那么国画它跟书法又是分不开来的嘛，那么我们书法我们大致上都知道嘛，就是说你从这个小楷啊、正楷到草书啊，你又是隶书啊，慢慢的你就是变了大草、狂草，最后就是完全是表现一个书法家他本身的气质，就变成一个气质性的东西，书法变成一个气质性的东西。那么在国画里头他讲究什么？他讲究就是一挥而就嘛，啊，胸有成竹，一挥而就。可是油画没有这个技巧，油画是慢慢磨出来的。庞老师的画是主要是风景画，他主要是风景画家，当然也有很多静物。庞老师是色彩大师，是意境大师。你看他的那个中国画的，比方说那风景画，是充满了中国画传统画的那个意境。他从构图上头，他既是中国式的，又是西式，他有透视，有远近，有疏密，但是他也有那个传统中国那种三段式散焦点的那种透视效果在里头。怎么能够把意境，比方说漓江的意境、江南的意境表达出来，他就怎么运用，是吧？我们说庞均的这个色彩啊，这个油画没有色彩就不是油画了，没有明亮也就不是油画了。这个庞均高明的地方，他是用色彩来表示光线。你看它外面那张梯田，那个梯田来说，远看呢，那个水亮得不得了，就像那个有阳光照在上头。它怎么搞出来的？你看不见它怎么用光，它是用色彩，啊，对比那个梯田旁边那个树，树在阴处，在暗处，很深沉，是吧？那个很有质感。所以庞老师的这个色彩方面，是我们看庞老师不是说看了他有两张小画是齐白石式的，那他就是民族画了，就中国画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从他的意境上头体验他是怎么把油画、民族画、把油画现代化、当代化。